大家好，我是一球。商店里只有之前的 25K，出了一个92加的顶配传奇球员挑选，是个三选一。之前也出过，要求和上周也是一样的，成本应该在50万左右吧。再有就是一个球员 SBC 摩纳哥的迪亚塔，一套82和一套84，成本12万左右。双四星，175的身高，主力脚右脚，高中的心态，身体模型是偏瘦。没什么特技，速度和控球都是挺不错的，射门也很好。之前他那张特殊卡也挺版本的，这张卡应该也不错，可能就是配化学不太方便，暂时没看到评测呢。看到的话呢，会放到分批里。好，就是以上，谢谢观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